虔诚唱诵佛号声，三步一跪拜。563位来自基隆、桃园、台东等地志工，踏着整齐步伐，怀着坚定的心念，缓缓向前，法喜充满。抱着欢喜心回来，来精进，忏悔。那回去，我希望用上人的法，然后在社区多传、多邀约。虔诚的心念不分年龄大小。而在整齐的队伍旁，有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护理师默默观察着众人。连续4年，他们都是安定人心的身影。最紧急的这个 AED 傻瓜电击器，那还有我们在 EOC 接的这个急救包，那一般的血糖血压的检测，比较会去特别注意一下师姑师伯他们的脸色啊，蹲下起来的那一个瞬间，他们其实有时候会头晕晕眩的情形，就会赶快，如果他们真的比较不稳或是有一点摇摇晃晃，可能会过去询问一下需不需要休息。放眼望去，朝山队伍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菩萨，即使动作稍嫌不便，仍然步步踏实向前，一步一愿，愿天下无灾，愿众生平安。大爱新闻黄文琪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